乘小船在海面上远眺，伫立于海面上的诸红鸟居，位于日本广岛县宫岛的岩岛神社，以海上鸟居闻名。随着登岛观看知名海上鸟居的游客络绎不绝，日本宫岛要针对造访宫岛的游客征收访问税。税を徴収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の重みを深く認識をし、世界遺産宮島の持続可能な観光地域づくりの財源として有効に活用してまいりたい。念日市市将于10月1日正式向游客征收宫岛访问税，每人每次100日元，相当于新台币22元，或是一次性9周一年份税金500日元，约新台币108元。税金直接加计船票内，但排除当地民众、通勤通学者、学龄前儿童以及休学旅行者。